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来移植串口。在移植串口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在 LiteOS A 中是怎么去使用串口的。串口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是在内核里面用来打印信息，我们去移植内核、调试内核、调试驱动程序时，使用串口来打印信息会比较方便。你当然可以使用其他的 JTAG 调试工具，但是用串口会非常的普遍，并且很方便。另外一个用途是给应用程序作为控制台。什么叫做控制台呢？就比如说我现在是远程登录 Ubuntu， 你看是谁来接收我们的键盘输入呀？是一个应用程序，这应用程序从键盘上得到数据，你回车之后，它会分析这些输入，执行这些命令，并且把这些命令的结果给打印出来。再比如说我们的鸿蒙系统，你看这是一个串口工具，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各种命令，某个应用程序在等待这个串口的输入，你输入并且回车之后，那个应用程序解析这些输入，执行它对应的命令，把它的结果给打印出来，这个串口它也就是一个控制台。从这个过程我们知道，串口给 APP 用作控制台时，必须使用到它的输入输出功能，它可以接收到数据，也可以输出数据。串口给内核用作打印时，我们只需要用到它的输出功能。我们先来看看在内核里面怎么使用串口来打印信息，这会比较简单一点。我们找到 main 函数，在 main 函数里面有打印，这里有个打印，这里也有打印，我们进去看一看，一路跟踪进去。这个 hook 是什么呢？来看看，这 hook 是一个函数指针，它指向谁？指向一个默认的函数。再进去看，你看这里有 print。好，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了 ，write put s 串口输出字符串。串口输出字符串，把字符串写到寄存器里面去。咱们继续往下看 ，put string， 最终干嘛呢？最终会调用到这个函数，串口 put c reg， 把一个字符写到寄存器里面去。无论是这个文件还是这个文件，我们要实现这么一个函数，所以。如果你要实现第一个目标，让内核通过串口来打印信息的话，你只需要去实现这么一个函数就可以了。对于串口的第二个用途，它给应用程序作为控制台，我们来看看，站在应用程序的角度，它想去选择某个设备作为控制台，它要去打开哪个设备文件呢？ ls dir 里面有 consoles， 它打开的是 consoles 1。 这 consoles 1在我们这个界面里面，它对应串口，实际上鸿蒙也是支持远程登录的，你可以通过 Telnet 登录这个板子，我们现在这个板子还不支持网络，所以说你无法登录。我现在演示一下，用 Linux 来演示一下，假设这个界面是鸿蒙，你看你也可以在里面输入输出。对于这个界面，它使用的 Device Consoles 1就对应一个网络设备，所以你看对我们应用程序来说，它最上一层是一个 device consoles 1，这是一个驱动程序，它会分辨一下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它会决定这 device consoles 1对应串口还是对应一个网络端口。我们假设这 device consoles 1它对应的是 device serial， 这 device serial 它也对应一个驱动程序，这个 device consoles 1它也会对应一个驱动程序，在 device consoles 1的驱动程序里面，它会去打开 device serial 对应的驱动程序。来看看 ls dir consoles 1，它会在内部打开 device serial， 这 device serial 它对应的是一个虚拟的串口驱动程序。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虚拟的串口驱动程序呢？因为我们的板子一般来说都有很多串口，串口0、串口1、串口2、串口3，至少有两三个串口吧，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选择使用哪一个串口作为控制台。所以为了保持这个代码上层不变，就比如说上面这一块不变，你的 device control 来使用这个虚拟串口就好了。至于这个虚拟串口要对应到哪一个真实的串口上去，由其他的代码来设置，你这里你可以保持不变。下面我有其他的代码来把这个虚拟串口挂接到某一个真实的串口上去。实际上对于真实的串口，它驱动程序我们也不需要写的太多，这框架别人都帮你做好了，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提供这么一个结构体。你看串口的操作，这是硬件相关的操作，这些知识它分为这几层，我是怎么获得的呢？我们需要去阅读源代码来看一看。你可以打开这 board.c， 里面有这些代码，你看串口 device init， 虚拟串口初始化，系统控制台初始化。这个控制台初始化就是把这个 device console 11跟这个 device 泄流给挂钩。至于这个呢 virtual 泄流 init 呢，它就是把这个 device 泄流跟这个真实的硬件驱动程序给挂钩，而上面这个呢就是去注册这个真实的设备驱动程序。你看它首先去注册真实的串口驱动程序，然后把这个虚拟的串口挂接到这个真实的串口上去，最后把这个 device controls 这控制台跟 device 泄流建立一个联系。我们等会来简单的阅读这些源码，来看看这些驱动程序是怎么建立联系的。在讲源代码之前，我们先来补充一些知识。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应用程序都用 OpenRELY 这些标准的接口来访问驱动程序。写驱动程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构造一个结构体，叫做 File Operation VFS 结构体，里面你要去提供这种 Open 函数、Read 函数等等。你构造出这个结构体之后要去注册，怎么注册呢？在鸿蒙里面是 register driver， 这函数你需要提供至少两个参数，一个是文件的名字 file name，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结构体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文件名来访问这个驱动程序。实际上我们的应用程序去打开某个文件时，在内核里面它会根据这个文件构造出一个 inode 节点，这 inode 节点里面会保存有这个结构体。注意了，第一我们应用程序要使用一个文件名来打开一个文件，在内核里面会为这个文件名创建一个 inode 节点，并且这 inode 节点里面的某一项会指向驱动程序里面的这个核心。 inode 节点非常的重要，有了 inode 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理解这个分层的概念了。我们这串口它分为了这好几层，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对于每一个 device 下面的这些节点，它都会有一个File Operation VFS 结构体，里面会有 Open 函数、有 Read 函数等等等等。 Device Console 有它自己对应的这个结构体， Device 泄流呢也会有它对应的这么一个结构体。这个 device UART 0也会有它对应的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都会有。那好，那么我的应用程序 APP 它去调用 open device controls 1， 它打开这个节点，它怎么最终找到这个真实的串口驱动程序呢？你看，首先这个 open 里面它干嘛呢？
他肯定会去找到 did y 泄流的 I know， 然后去调用它的函数，调用 I know 里面的 open 函数，就是这个，就是下面 device 泄流的 open 函数，就是这个函数。好，那么就从最上一层 device console 进到了 device 泄流这一层。那么这个函数就会做什么事情呢？类似的，它会找到 did y u a r t device 杠零这个真实驱动程序的 I know， 然后调用它的 open 函数。这 open 函数就是这个下面真实驱动程序的 open 函数。从这个流程我们知道 I know 是实现驱动程序分层的核心。我们来看看控制台怎么跟 device 泄流挂钩的。这里传入一个 device 泄流的名字，我们进去看一眼。注意了，这个 device name 是 device 泄流，它肯定会根据这个 device name 找到一个 inode OS console create 创建一个控制台。 device name 是 device 泄流，根据 device name来初始化一个 console device， device name 是 device 泄流，你看 device name 来找到一个全路径，根据这个全路径构造了一个 describe 描述符，使用这个描述符来找到一个 I know， 这 I know 就对应 device 泄流，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I know 来找到 device 泄流所对应的这个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这 I know 保存在哪里呢？保存在这个控制台里面，你看这个控制台就跟这个 I know 挂钩了， I know 就跟 device 泄流是对应的。好，再来看看上面这个函数，虚拟窗口的初始化。这虚拟窗口就是 device 泄流，它是怎么跟真实的窗口驱动程序挂钩的呢？我们进去看一眼，它传入 device name， 这 device name 就是 device uart device 杠零，对应真实的窗口驱动程序，一样的。根据 device name 找到全路径，使用全路径设置一个描述符，使用这个描述符来找到一个 I know， I know 在这里。好，你看 I know 记录下来了， I know 保存在这个变量里面。这里是去注册驱动程序，注册的是 device 泄流这个虚拟窗口的驱动程序，它的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在这里。这个结构体里面那些 open 函数啊等等肯定会用到这个 I know， 来看一眼是不是 open， 你看 get file operation 从这个 I know 里面来获得它的 operation 结构体，在这里你看从 I know 里面，这 I know 就对应真实的窗口驱动程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泄流 open泄流率，它都是去获得下面真实窗口驱动程序的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使用这个 file operation 结构体来读来写。所以我们之前说这 device 泄流它是一个虚拟的窗口，它要使用下面真实的窗口驱动程序。从这里我们也知道了它确实是使用 I know， 确实是使用 I know把它们两个联系在一块的。好，这两个函数我们都分析完了。好了，这节视频我们讲了15分钟了。在这节视频里我们讲了在 LightOS A 里面这个窗口的用途，对于它用作控制台时我们引入了这个窗口驱动程序分层的概念，它分为这好几层，我们讲了 device console device 泄流这两层。在下一节视频里我们再来讲设备相关的这一层。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